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！今天我们带来了电动恐龙维斯给小朋友们玩哦。它是棒棒龙出动的成员，灵动创想的正版玩具，按开关就能向前走啦。里面需要装入一节7号电池。哇，好可爱的维斯！它的开关在尾部，按下开关。韦斯向前走，再次按下开关，停止前行。电池盖在腹部。哇，他们都是棒棒龙出动的成员，大家快来看看吧。韦斯是一只红色的恐龙，它前面的爪子能活动，脚掌下面有轮子。哇，真是一只可爱又漂亮的恐龙。尾部这个蓝色的按钮就是开关，电池盖在腹部。我们打开电池盖，装电池。好了，打开开关试一试。哇，维斯的嘴巴一张一合的，跑得好快呀！我们和恐龙维斯一起去探险啦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做好朋友吧，出发喽！哇，维斯跑得好快呀！再按一下开关，维斯就停下来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还有更多灵动创想的棒棒龙玩具哦，快来收集吧，拜拜。